Amy， 我是啾啾。Hello， 我是小鸡。你知道听说那个什么门开，我们今天请到一个我们的好兄弟。对，他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兄弟。对对，听说他比韩剧的那个鬼怪还厉害。比那个？对，就是比那个鬼怪还厉害。听说他只要一出嘛，没有游戏他过不了。听说，听说，听说，但其实我觉得不想说啦。对啊，听说他那个暗影师大还在问我。对啊，听说，哎，这我知道，因为上次在期末考的时候问他答案，因为他也不知道啊。对啊，还有什么可以？哦，还有就是他拿相机的时候都是放在最下面。对啊，对，我们这样说他应该等下不出现。应该会出现啦。好啊，我们就欢迎，虽然不在我们眼前的，你要怎么介绍他？就修修修脸。那我这边是小编指拍腿，耶！拍这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编指拍腿，加修修脸都是我，嘿。他有声音很慢，好没有朝气哦。可能是他觉得要 carry 两个，好大牌哦，哎呦，不愧是小编指拍腿，我觉得好糟糕。我觉得等一下他没有赢的话，他就不要找他来好了。哦、oh, ，对对对，他听说可以一打五，他说要 carry 我们，就是嫌上次我们两个在雷，对啊，怎样的，然后自以为封为一个 PS4 之王啊，什么手机游戏，不管是说 PS4， 只要一秒钟就上手，听说啊，是你吗？你那种游戏，你只要给我，我不用一分钟，我就可以全部学会的那种，对，这是不是太夸张啦、啊？不是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秒速通关。就是机场那种，我负责倒数，你负责倒数，他不是秒数吗？秒数是不是？那你要倒数吗？60秒。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，我是红色的，小红，我是红色，然后你是我是小绿，我不是小蓝，他是小蓝，然后绿色那个像小小兵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羞羞脸哥。对，好的，那我们三奶奶，我们往上走，我们往上走是不是？那我们跟着小编指拍腿走。你觉得我们今天真的破了关吗？我们又卡在上次那个很难的地方哎、欸。B 计划。好啊，你懂的，你懂的。啊，我懂，我懂。那B 计划是什么？啊，就是不能跟你讲啊。对啊，你对啊，不能跟你讲啊。哎、欸，小编，你会不会带错路啦？你是哪边怪怪的 ？Hello， 方向感指南针。你不是我们的前面的一道关吗？我靠，还看地图哎、欸。哇，在哪里？好远啊！因为我们怎么会在这边？为什么我们在这边？我们不是已经。因为上次你们王没打死啊！哦，一个嘲讽，一个讽刺，这是怪我们的意思咯。所以我们要走到那么远呢、喔？对，然后有车吗？没有车，只能用走的。Hello， 带路的，走快点好吗？可以快点吧，我们在赶进度秒数好吗？60秒已经在倒数了，你知道吗？只剩下10秒了。哦哟，带路的死了，都快要死了。谁死了？不是我吧？小编只穿的。有人说 carry， 好的 carry， 我刚刚就说吧。好搓哦！我们是不是太错人了？对，太错人了。我们今天要赶快，要赶快。原来跳下去有血量不多，我们的血量已经……对啊，我有点担心。然后小人还自己吃蛋糕，他血量最多，自己吃蛋糕。哦，修桥专家来的正好，我们要前往失落湖。你看这个剧情哪边好像怪怪的？对啊，怎么跟我们上次玩的不太一样？我们之前不是在打个 boss。boss 我打死啊！一个炫耀。好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后面有人笑，笑很大声哦。谁？摄影大师在笑。他觉得一个好棒棒。他刚，我们想要嘲讽他，原来他从头到尾都在嘲讽我。可是他死了两次。我有把有想可以请后置帮我们记录死亡次数吗？就是在那个 ID 上面记录那个裤头次数。对啊，可以记录一下，就是死了好多次哦、喔。对啊，从头到尾就第一个死的还是小编，还是要 carry。对啊，好糟糕哦。哎、欸，我要吃蛋糕，不要跟我抢哦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你又偷吃一个？等一下，那是路边的哦。路边的野花不能采，不知道吗？你没看到，我才吃的。我看了很久，他都已经看了很久，停了60秒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等下有蛋糕还是我的？你知道我们的血量，我们的血量差不多了。哎、欸，小编都没有蛋糕吃，好可怜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明明就那么多蛋糕，他也不吃，他就不想变胖子啊，他嫌我们两个胖啊。那我再吃饭。反正减肥永远不拔三圈，小编你都不吃哦。好
吗？他不讲话，他无视我们，他就忽略。他觉得两个女人吵。闭嘴。那这如果安静的话，这节目还要播吗？我们说了什么？啊，我是说，如果我们都不讲话的话，所以就是要你要讲话啊，小编。你要说点话让我们呛啊，或我们都没有梗。对啊，你看这很难过哎，你都不讲话。哎呦，绿，小心会肥死吗？那不会，好像还好。其实我一直觉得那熊是善良。哇哇，欢迎张雅婷。哇，好累哦，我们走了一个好久，我们快到了，我看到那白色圈圈了。那我拍上压底。Bra， 为什么要这样 ？Bra， 抱起了一只鸡。你看我好可爱，我抱起了一只鸡，它在飞。你要抱我，你要偷抱我，性侵害。哪有性侵害啊，变态！老天昨天晚上有够混乱，我的零件被丢的到处都是啊。OK 。快去寻找曲轴是吗？萨克斯风和音箱，哎，记一下。曲轴，萨克斯风、音箱，我们要找到这些东西。你还记得是哪三样吗？曲轴、萨克斯风、音箱。你还记得是哪三个吗？曲轴、萨克斯风、音箱。哪三个？曲轴、萨克斯风、音箱。不错哎，你还蛮厉害的。废话，我是文科的。再拿到一个吗？有吗？那怎么看他在哪边拿到啊？地图上面有书的都去一个。哦，带路啊，反正我们就是负责那个划水的啊，打酱油啊，从哪边打酱油就从哪边走回，再从哪边再打回去。曲轴、萨克斯风、音箱。曲轴、萨克斯风、音箱。曲轴、萨克斯风、音箱。没错，就是曲轴、萨克斯风、音箱。我真的很不想要杀那些小丑，其实他们蛮可爱的。怎么一直变大胖子？因为你吃很多。看我的。Yeah. 小编，你真的认得路吗？我有点担心，我真的很担心。我表示关怀。你有被鸡砸过吗？我抱着一只鸡跑。你这鸡还不乐意被我抱哎、欸，它一直在趴我翅膀。不要杀我！杀杀鸡。哎，我找到了。我要杀鸡。我先的，我找到了哦。为什么小编偷我的鸡？Hello， 你看我的，你们干嘛都偷我的鸡？你刚刚找到萨克斯风对不对？有吧？你们看到吧？没看到。走。小编，你有看到萨克斯风吗？有啊，你捡起来了。对吧？我捡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谁比较棒？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走吧。这个不接话。萨克斯风音箱，音箱嘞？跟，哦耶，好多了。你怎么用？你知道怎么用音乐盒吧？你有用过这种数吗？快来浪漫的情调啊！小编啊，我们迷路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在点那个蜡烛。哦，我们要点蜡烛、哦，我们要气氛就对了哦。还有 feeling， 那信物应该就是你手上的那个礼物，真假的？那我送他。是撒旦，我都说是撒旦吧。他说是米田共啊，哎呦，好可爱哦，这些鱼好好吃哦。Disco， 那种鱼你吃得下去？那个眼睛凸出来了。他，我跟你讲，那才营养，补眼睛。哎、欸，是什么啊？这可以快转吗？我想看完啊，他在跳舞是不是？你要跳了吗？站起来。哎呀！美人鱼肥公主。蛋糕夫人，蛋糕夫人，是谁用美丽的音乐和烛光让我从沉睡中醒来？在下听后差遣。耶、yeah ，哎呦，感觉感觉怪怪的。多美妙的一天！哦，你好可爱哦，孩子。还好吗？我了解你和你的任务，你遇到困难了。是啊，还用说？好没礼貌哦。为什么？我应该有你需要的东西，不过神殿的钥匙只给有缘人，就是我啦。我的确刚杀了一个流口水爱吃蛋糕的吃人怪，他叫做，其实不是我杀的。嗯 ，OK， 要保管好黄金蛋糕钥匙。你听起来有点苦口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游戏有点奇怪。哦，拜托，废话少说，快给我钥匙。好的，小可爱，黄金钥匙，黄金蛋糕就给你吧。那是神殿的钥匙，也是活命的钥匙。好。OK， 这门这有点肥，这不太难呀、啊，不是吗？这个游戏就是越看得越漂亮啊。哦，
好，审美观懂吗？了解，你知道吗？杨贵妃，肥环艳瘦，我知道，肥环艳瘦。好远啊，走。很远。很远、啊。有没有车啊？要绕回去不是吧？我们可以挤地层，然后回到一开始的地方。我要用我让妈妈叫车。啊，好音乐不错啦，音乐。跟着 tempo 跳。哦耶。哦耶。跳。哦、oh, ，我们过了是吗？我是不太清楚。但是什么？翻页翻页。你们抵达后，村庄爆出欢呼声啊！公主回来了，公主回来了。好啊，冒险，谢谢你啊！我是统一的大口咬大陆，我们现在就是跟公主庆祝，大人们需要谈谈。干嘛？为什么要谈谈？好好不可爱哦！两位国王善在讨论，公主与我们的英雄站立两旁。哦，胖嘟嘟真的是太可怕了，我差点被一个恐怖的吃人怪吃掉，什么什么的。好，大家慢慢看。哦，什么金色蛋糕？他相信什么什么的食谱是真的，反正有一本书有魔法。对对，然后如果给坏人就会变不好的，就跟小魔女走人一样。还是犬夜叉。四魂之旅，好像差不多，巧得很。我们已经和蛋糕夫人说过话，给我们金色蛋糕。事实上，它是一个钥匙。OK OK， 哎，换你念，好累啊。哦，智慧老果，太棒了！我们可以从出发千岛沼泽下刀，冒险者很乐意跟我们一起见我。下一页，下一页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还真。你想要再念多一点？我等一下就这样子啦。你知道你是疯了吗？你知道老皮吗？老皮，老皮我知道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用这个啦。确定？确定啦。好不好？我这听起来会不舒服，然后把这一段都剪掉。你就把我全部皮逼掉就可以了。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打这款游戏，我感觉特别身心疲惫。我也是，不知道是走太久。哎、欸，国王哎、欸、，Hello everybody， 那不是我爹。哦，有很多白白的地方哎，比如说我们的下面红色那边就有一个，我们先走红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不是你姐姐，红色是你姐姐，蓝色是我弟弟。哦，有谣言拔掉野鸡的毛啊！幸好我不是野鸡，我是小鸡。走，跟着小编走。可以等一下鸡吗？你脚步要迈开啊，小鸡！我是小鸡，你都知道我是小鸡了，你还想要怎样？脚步迈开，我的鸡爪就这么小，小三只，好吧？好吗 ？OK， 哎呦 OK， 我理解你，但是它只能有点走太快。